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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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个学校的门房，哎、做裁缝是兼职。哎，我不要听，不要听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站着不好。哎，咋啦？哎，来看啊，来看啊，来看拉洋片。张师傅好。嗯，好好好好。张师傅好。张师傅好。好好读书。哦。张师傅好。好好。看一看大虎英雄是武松，两个同伴看一回，还有那猪八戒他背心娘一瞧就是那孙悟空。两个同伴看一回呀，你看那猪八戒背心娘一瞧，哎，就是那孙悟空。哟！别动，别动，放放放。喂，有孙子，过来。哟，黄豆芽。哎呦，怎么又是这只鸟？那么脏！我今天带了好东西来了。什么好东西啊？钱包给弄好。是少爷。他是谁啊？我爸爸弄来的。书童。书童。你拉稀个谁？哎呀！弄 QQ 啊，什么？这个才是好东西嘞！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了吧？这是表。哦，会学鸟叫的。明明是鸡叫，偏说是鸟叫。哦，表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为了它，一身轻松。它可以陪我玩，陪我打架。他呀，可以帮我拎书包、拎水壶，还可以拿饭盒，晚上帮我做功课，多好啊！你相不相信？他都听我的话，不相信，不相信！钱包盖，给我跪下！是少爷。钱包盖，学鸡叫！哦哦哦！响点！哦哦哦！再响点！怎么样，金宝？你还敢比吧？比什么？去！你爸爸是个饭房子的，我爸爸才是个大人物嘞。你爸爸算什么大人物？这是个警长，是黄皮狗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昨天我爸爸还给他根金条，他还叫我爸爸老阿姑嘞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？干嘛？哟，你打人什么东西啊？你别打了，你们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上课了，别打了。我别跑！哎呦，我的妈！哎哎，不干什么？别打了！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什么东西啊你？打什么你？不好打架，打的！哎哎，不好打架，不好打架！干什么？不好打架！别打了，要上课了！少爷，少爷，别打了，要上课了！别打了，少爷！不要打！打谁呀，少爷？啊！你过来打我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！我打！哦呦！哎呦！莫名其妙就挨了几拳头，算什么名堂嘛？惹不起，惹不起啊！哦呦！哎呀，孟师母，在炒菜了。师弟呀，你又吃饱了老酒了。哎呦，外婆啊，侬看看喏，
蟋蟀啊，哎，这个嘴张得嘎大的。哎呀，你这么大清早啊就去喝酒啊？就是说嘛，顾师母中午要到我们家来吃饭呢。哎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啊。孟老师，哎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孟太太，我想请孟老师帮我写一封信。哎，哎呦，马上就要上课了，没有时间了呀。那就算了。哎，你一大清早打扮成这个样子做什么呀？我去赶场子去。哦，我们走了。切，脸上打扮的像个死人一样，不三不四，真是。孟先生，去喝点茶啊。哎呀，你看你看，这个金宝和黄豆芽这个两个孩子怎么办呢？这个门门功课都是红灯哎。你愁什么？人家是吃不完用不完，开几个红灯有什么了不起呀？你满以为自己满腹经文有学问有什么了不起呀？跟了你半辈子还不是住在像鸡窝一样的房子，真是开什么开？不认识啊？我看看你发脾气的时候啊，脸上表情怎么样？好表情。凶。上课了。上课。孟夫子啊，上课去吧。好好好。哎，你往哪里擦呀？你别挨桌子这么近啊，我看不清楚。哎，来来来，上课去，上课去。好好好。哎，拿着。哎，拿着。我陪你下去。小心啊。哎呀，今天又是阴天，一点光亮都没有。哎，你感觉都没有，今天是大太阳。大太阳，真的。哎，当心啊。啊，切，好好当父母。太阳，太阳，妈妈，先上课。妈妈有星期了。哦，好好当父母。再见。九档，十档，十档，十一档，十一档。十三档，十三档，十三档。哎呀，没有十四格了耶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啊，我老师太笨了呀，真是的，太坑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怎么回事嘛？哎呀，别叫了，吵什么吵啊？这是课堂，上课上课。我上课了。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昨天我教给你们的诗啊，都背出来了吗？背出来了。好，现在这样子啊，我跟你们一块儿来背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预备，起！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好，再来一遍。哪一个把鸡带到课堂上面来了？报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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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黄豆芽站起来，你说是谁啊？报告老师，是宋金宝带来的。你干什么？宋金宝站起来，来走过来，把鸡给我叫上来，快点把鸡带上来。上来。哎呦呦，没有鸡呢。嗯，在这儿。鸡放在口袋里啊。哎，拿出来。链条锁住的。啊，没了。
没有了。这是表哎，那是鸡啊，这是明明是表，你说它是鸡，你呀鸡表不分呢、啊、哎呀真是个黄鱼脑袋、哎、来站起来站起来、手放下来、疼吗、疼、疼不疼啊？不疼不疼、啊、不疼啊，去站壁脚。别笑别笑了，我们继续再背书，预备起。哎呀真是一只鸡呀、啊下课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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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课了。哎哎哎，三次了、来帮我推广告。啊，推广告？有大饼吃的。真的啊？有大饼吃啊？有大饼吃，你懂不懂啊？那好吧，我去听。还有那猪八戒、那飞仙娘、于巧巧之那婆婆婆。来，爹。来，三毛三毛，站站站站站站呀，停！快快快，停停停停！我来了来了，那那那……哎呀，快快停停停停呀！大饼要吃了。哎，三毛，快快点快点呀！啊，好了。呀，贴反了，贴反掉了。哎呀，你这帮笨的要死呀！哎，大饼要不要吃呀？啊？哦，来了来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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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。好了。哎呀，到了到了，倒过来倒过来呀。好了。扁了，给我点吃的吧。什么？刚刚干活就想吃东西啊？没出息！要贴满一百张。一百张就一个大饼啊？不对，一百张就半只大饼。半个大饼啊？你要做吗？我都贴了那么多马路了，四条马路 哎。你要做吗？做。你不做，滚滚滚滚滚滚滚，我自己来。好好好好。啊呀，要做快贴快贴。真是的。哎，三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呀！啊啊！快点，快点！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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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，小赤了，怎么贴到我这里来了？快点，快点呀！快点，快点！来，放好，放好，啊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小赤了，你动我屁股干什么？小心我打你啊！真是的，哎，那娘个小畜生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啊！给我拿下来！不许贴！哎，给我贴上去！贴上去！不许贴！拿下来！贴上去！贴上去！不许贴！拿下来！就要贴！贴上去！不许贴！你敢贴？你要贴我，我剪掉你的小鸡鸡！救命啊！这不行的！这是学校，为什么不许贴？为什么不许贴？我说不许贴就是不许贴，我说贴他就不贴。你敢犟嘴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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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讲啊，看到了吗？小三了，脑子灵活有创意，回去给你老板听，有奖啊！好，走。大饼，半只大饼给你。这里是学校，学生多，
学生补脑就是给他们推销的啊！你站到这里，等我贴好回来了啊，这半个大饼就给你吃。好，记好，站住。怎么样，这下就不关你的事了吧？小赤佬，头脑蛮活络的嘛，我吃鳖，吃鳖。我有路不走，我爬门面干什么？我给他们气糊涂了。孟思母，啊，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没啥意思。哎，孟思母，你看看呢，我这是红头大蟋蟀。哎呦，这么大呀！哎呦，这个蟋蟀灵哎！人家买5000块大洋，我不卖。是吧？是啊，那我出去跟人斗斗去啊！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再问，再问，再问，再问。哎呦，老酒又吃过了，牛皮吹的嘎多。听我讲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？借问酒家何处有？不，这一句要念得悠闲一点啊！这一句要念得悠闲一点啊！牧童遥指杏花村。牧童遥指杏花村。好。连起来，连念三遍啊！连起来，连念三遍啊！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。停！哎，这一句要念得潇洒一点啊！这一句要念得潇洒。从遥指杏花村，从遥指杏花村。好，这一句啊，同学们再来一遍。哎，不要乱，不要乱，都不要乱了。不要注意啊，这么打人了。我跟你们讲的这些关键的地方，你们一定要注意，感觉要来。看看可不可以啊？好，下面我来一句，大家来。没有下雨，撑什么伞啊？哎呀，老师说什么我们说什么，老师做什么呀我们就做什么，这是规矩。哎，路上那你怎么和他们不一样啊？哦，我啊，哎，我比他们好，不用再学了。你干嘛衣服上贴那么多纸啊？家里死人了？这是广告，你不识字啊？啊，我看看，学生补脑汁。脑子怎么出汁啊？你识字？在哪个学校里读书啊？我不识字，人家都是这么读的。哦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三毛。三毛？毛是少了点，你要多吃发芽豆。发芽豆，吃了发芽豆啊，就可以发点毛出来，这样才好看。三毛，你跟我在一起好吗？跟你在一起，干嘛？陪我读书，陪我玩。陪你读书，陪你玩，好吧？不行，为什么？谁给我吃饭呢？哦，你说吃饭呢？那简单，我们家就是开饭店的，要吃什么有什么，要吃多少有多少。今天晚上跟我回去，我吃什么你也吃什么，怎么样？路
起来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牧童遥指杏花村。好多好吃的，不会的，走吧。替我们今天就回去好吗？哎呦喂！我叫你好好的学习啊！你跟外边的小朋友，你说搞什么东西啊？去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去，快点！真是不像话，好好学习，坐好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借问酒家何处有？来来，喝酒喝酒！来来来来，喝喝喝！哎呦，吃好啦、哎啊！怎么样？还可以、啊。哎呀，那以后再来啊！好好好，好。OK， 给你晚上。老板娘，再会、啊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啊！哎，小二啊，哎、快点过来，赶、哎、快把它收拾掉、哎，等会别人要来吃的。哎，快点哎好嘞啊！哎，快来，在这儿呢。进来，在这等着啊！这是我妈妈，我去跟她说句话啊。哦、你上面怎么样？上面生意蛮好的。啊，妈妈。妈妈，哎呦，囡囡啊，回来了！妈妈真是想死你了。你看，妈妈西瓜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啊，来吃啊！哎呦，我不要吃西瓜，我不要吃。怎么了？弄得那么脏啊！哎呀，妈妈给你擦擦啊，给你擦一擦。哎呦，我痛死了！来，妈妈看看，哎、我疼死了！来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两个大包、哎，是谁打你的？告诉妈妈，妈妈马上找他们去啊！是黄豆芽他打我的。黄豆芽打你的？嗯，他模子比你小一圈。嗯，他怎么打得过你呢？没出息。嗯，他们两个打我一个。什么？两吃一呀、啊？哎呦，宝贝别哭啊，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你爸爸，叫他教训教训他。什么东西啊，宝宝吃亏了啊。妈妈心疼死了。妈妈、啊、黄豆芽有个书童，可以陪他读书，可以陪他玩。我也要书童、哎、又不是唱梁山伯祝英台、怎么要书童陪读啊？妈妈，我就是要嘛。妈妈，哎呀，不哭不哭哦，打了样啊、妈妈陪你去看好莱坞新片子啊，人猿泰山，很好看的。我不要看电影，我就是要书童。妈妈、哎、妈妈、哎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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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哎、哦，那别哭别哭啊、哦、好了好了，妈妈陪你去啊，也找一个来啊。嗯，妈妈真的给我找一个？那当然了，宝宝要的事情妈妈总归答应，对吗？宝宝是吗？妈妈真好。哎呦，妈妈，哎呦呦呦，乖嫩嫩啊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两只眼睛开大炮，砰砰砰。三毛，来来来，三毛，快过来呀、啊！妈妈，他叫三毛，我要他做我书童。哎呦，碰到赤佬喽！披麻戴孝，你们家的人死光了是吗？要么你们家里死人了，你识字吧？看看清楚。哎，嘿、哎，喏。学生补脑汁，嘿，你要吃吧，买一瓶送两瓶。小赤佬，老三老四，当心吃耳光、我不要吃耳光，我不吃耳光，我要吃饭。宝宝，嗯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嗯，你带进了一个什么货色啊？啊？呦，西莫拉里，大鼻头。像垃圾桶里刚刚钻出来一样的，哎，会不会是三只手啊？要不你是三只手，小赤佬，啊，老三老四，那是我打你！哎哎哎，妈妈，是我要三毛的呀。三毛，那你说呢？那我走了。哎哎哎，三毛，我要你的呀，你干嘛要走嘛？你要我的？哎，可是你妈妈。哎，他要请我吃耳光哎！妈妈，妈妈，我要三毛做书童的呀，好不辣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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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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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呀！快点呀！你怕什么？我又不会打你的。三毛，别怕，看看，看看，头发像树皮，身上的老坑啊，
哎呦，好种田了。三毛啊，你好好的做书童，我告诉你啊，要对我的宝宝百依百顺，知道吗？我的宝宝要是在学校吃了亏，身上少了一根汗毛，这个账要算在你的头上，知道吗？哎，那么老板娘，少爷上学我也上学啊？那当然了。好的呀，少爷上学校你也上学校，少爷回来你也回来。好好好，三毛听懂了吧？哎，听懂了听懂了。来宝宝，我们吃饭去啊。去去去去去去去，哎呦，脏死了脏死了，快点到水龙头那去冲冲干净去。快去快去啊，吃吃吃，只知道吃，像猪。我肚子饿了呀。妈妈，我有书童了。啊，我有书童了。哟，别动别动，这冰块冰着，头上的肿块就会消失了。哦，妞妞乖，妞妞乖，我们吃饭啊，妈妈喂你啊。哦，来 ，ok ok， 哎，多吃点啊。来，妈妈，吃口饭啊。怎么三毛他在洗澡，他不来吃饭了？你想跟他跟我们一张桌上吃饭呢？嗯。哎呀，这要有失身份了呀。啊，妞妞啊，你是少爷呀。他是 B3 呐，是两种不同的人呐。少爷啊是天生享福的， B3 呐是天生受苦的，这是命里注定的。哦，那么三毛在哪儿吃饭呢？哎呦，他嘛在厨房里吃，丢几根骨头给他吃已经是开心死了。那么三毛又不是狗喽？哎呀，这个小 B3 连狗都不如。那那那啊，可，哎呀，妞妞啊，嗯，今天孟先生教了些什么啊？嗯，教了一首诗。什么诗啊？背给妈妈听听啊。哎，哎呦哎呦，雨纷纷，哎，雨纷纷，雨纷纷，哎，雨纷纷。怎么像天气预报一样？哎哎，对对对，就这一句啊！哎，就一句。你们老师是吃白饭的？嗯。上课怎么讲气象预报呢？还有吗？还有哦，还有一句，断了魂。哎，断了魂，断了魂，断了魂，不就是死了吗？就是断气了嘛。啊，哎呦，晦气晦气啊，不要念了不要念了。清明时节纷纷，这一句要读得悠闲一点。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妹妹。啊，三毛读的对吗？对对对，就这些就这些。哎呀，三毛这小 B3 倒看不出啊，很有噱头嘛。妹妹，蛮有眼力的嘛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三毛不要卖样了，快点洗澡快点洗澡。洗好澡啊，陪少爷读书。妞妞啊，你好好的用它。哦，那么我样样事情都要叫他做了。哎呀，妞妞真聪明啊！干妈妈，哎，干妈让他去读书吧。哎呦，这不行啊！做事情是可以的，读书是不行的，知道吗？嗯，记住啊。哦。季才，上学了。季才，上学嘞。钱班给。老爷。你怎么不叫醒少爷上学呢？我叫了他三次了，要是我再叫他，他就要打我了。打你？谁叫你当佣人的？当佣人就要好好的伺候好少爷。快快快快快，叫少爷起来上学。知道了。少爷起来了。哎呦，还想睡一会儿。少爷快起来啊。哎呀，你烦死了你。
你爸爸说了，你要是再不起来啊，他就要打你了。哦，好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帮我穿衣服。哦。来。啊，行了行了，帮我穿鞋子。是。啊。哎。蔡凤姐。嗯。今天孟老师要提问的，清明时节雨纷纷的，纷纷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站在后面听不见。哦，你想想。哦，我只看到孟老师做了这样一个动作。这样一个动作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大概是大大的意思哦。清明时节雨大大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还有一个什么路上行人行。欲断魂。哦，对，欲断魂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你用脑子想想呀。我站在后面听不见。哎呦，再想，要想不出我就打死你。我想不出来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我以后一定认真听就是了。喂，你这种书童干什么？哦，我一定认真听，一定。哦，李书墨。是。乔本凯，昨天鸟叔喂过了没有？喂过了，喂过了。这个宋胖子昨天拿了块挂表，偏说是鸟叫，明明是鸡叫嘛。我们家的鸟多不多啊？多。那么这个声音好不好听啊？好听好听。嘿，哎，恰半个，宋胖子的那个鸟叫声能跟我的鸟比吗？不能比，不能比，少爷，谁也比不过你。你快上学去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走，上学。哦，快点。是。走。乔鹏啊，今天孟老师会不会抽查我的作业？我不知道。你吃干饭的。黄豆芽。哎，黄少爷，孟先生跟你说的，我站在教室外面，我怎么知道？陈鹏啊，作业里还有几个字没抄好啊？还有一面生字没抄好。都怪你，为什么不抄好？你妈妈叫我洗好多衣服，我四点才睡觉。现在就抄。是，黄少爷。快！快！啊，听到了。你别听我，我现在就抄。别偷懒啊！快点。嗯。黄豆芽，哎，有这么棒？怎么样，少爷坐。哎呀，俊宝，你也有书童了？小事一桩。怎么样，不可以啊？小猫，转过来让他看看。哦。书包、球、算盘、饼干、水壶、水枪，来打死他。哦。啪啪啪！哈哈，你们这背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两只破水壶，一只破弹弓。哎，三毛，认识一下，这个是黄豆芽啊，黄豆芽，这个是他的书童，叫恰不给。哦，恰不给。哎，你们上次不是学鸡叫了吗？来，三毛，学鸡叫。哦，学鸡叫。咕咕咕咕咕咕咕打咕。打咕。你们这是母鸡，怎么能跟我们公鸡比呀？哎，三毛，学狗叫。再响一点。哦。哎呦呦呦呦。哎，你这算是什么狗了？哈巴狗又不会打喷嚏的喽。哎，没什么，昨天洗澡感冒了。
怎么样啊？你们那个算什么？掐不给？西莫了，你谁跟我？上个星期老师罚你训话，你忘了？哪里不够？好好，不跟你吵。我们来打凳子，比不比？打就打。上次你还输给我呢，欠我五记。五下就五下。怎么？刮他鼻子。哦，好。不刮，刮不刮，不刮不刮不来。哦，刮就刮。一、二、哎，请。三、四、五。好，来比。来就来。看你呀。来，看我了啊！走，蔡凤英，你识字啊？我不识，照样描。三毛，你喜欢做书童？你喜欢吗？我不喜欢。你不喜欢为什么要做？有一次，我两天没有吃饭，抢了别人的一个馒头，被他的爸爸抓住了。嗯，黄豆芽爸爸是警长，他说如果我不做黄豆芽的书童的话，他就要送我进监狱的。什么呀？怎么？你是偷别人的东西啊？我可没有偷。怎么了？这两个家伙很坏的，常捉弄人。你要是跟着他们，可没有好日子过。你还是快走吧。我喜欢看他们读书，而且我还有饭吃。你看这两个家伙又打又吵又凶的，哼。再来，我倒了！哎呀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呀！大少爷，别打了，快上课去了。哎呦！哎呦！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上课来！哎呀，你帮我先去上课，一会儿我赢了我会来的。不行的啊，孟老师会发现的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哎呀！他呀，1500度的近视眼，他连他老婆都认不出，他还会认出你？好，夏梦凯，我们走。哦，夏梦凯，你跟他一起去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接着我，走吧。不去来了，你不要来哦。来。好好的写啊，用功的写啊。来，坐好，认真的写。写写毛笔字，你也可以多帮我干些家务活嘛。嗯，教育局规定每周只上两节毛笔课。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是。哎，来来来，不懂，帮我拨奏啊，中午要吃的。哎，好萝卜，你看呀。哎，不行哎，我在上课，怎么能剥毛豆呢？不剥豆吃什么？剥。好好好好好。
三毛，你在吃什么？吃纸。为什么吃纸啊？写错了就吃了。为什么吃啊？啊？哎呀，你真笨！撕了他知道就会打死我，吃了呢，就不知道了。他们怎么都不吃啊？他们一定写得很好，对吧？好，写吧。写错了就吃。哎，孟夫子啊，我这个大不大？这毛豆很大的。哎呀，我不是说毛豆，我是说蟋蟀了。我这个七宝大王它大不大呀？看不清楚。三毛，快，过来，蹲下，快蹲下，让开。黄少爷呢？哎呀，在外面呢。三毛，怎么纸都没有了？啊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